这里就是美代招了，今天的目的地，这是一个景区。镇子的话在下面，还要往前面走个一两公里。这个季节景区里没有什么人，就是商铺啊什么现在都不营业，比较吵。这边是国道，景区那边是高速公路，正好把景区夹在中间，太吵了，车辆太多。这一块九峰山在现在的这个位置应该是比较近的位置了，不在这里露营哈，我打算去镇子再往前面走一点，因为车太多了。这些沿街商铺现在都没有营业，这边最多的就是驴肉，这一路过来好多驴肉馆。离开国道进这边镇子了，哎，国道太吵了，而且车又多。明天的话我就不走110国道了，车多而且不安全。我看了这边有这个乡道还有县道，挺好的，车也少，明天的话就改道了。这几天走的也不是很快，因为我今天嘛订了大批的装备发到前面了，估计要4-5天吧，所以说脚步放慢一些，正好在内蒙古这边简单的转一转。今天就在他们镇医院的这边的这个广场吧露营，其他的地方我实在没找到什么好的地方可以搭帐篷的，那边有车位，我就在这里吧。旁边的话应该还是个学校，这个位置怎么样？今天的露营地藏着，呵呵，别人看不见。这主要是不是主干道哈，明天不知道旁边停不停车，反正是我知道这里是肯定不碍事，在这里搭个帐篷，旁边的话是他们的乡道。行了，搭帐篷就在这里了。今天晚上换了个角落，不行，那边太吵了，还是不能离路边太近。这边的话是办公楼的后门，应该是一个小夹道，然后就在这边吧，离路边稍微远一点点，在这个位置搭吧。帐篷搭起来了，天已经黑透了，现在就6点多钟，去街上吃点东西，天黑的话我就不做饭了，而且也刮风。这边街道上卖啥的都有，还挺方便的，餐馆也有不少，今天在这边简单吃点吧。这里还有这个面，吃个面条，这边的面才5块钱6块钱，我要了个大碗的，简单的一碗面，然后加上一瓶啤酒。吃个热乎饭，稍微暖和一点，它一到天黑的情况下就开始降温，蹭蹭的往下降。
帐篷了。天太冷了，这晚上。这边的冷和沿海地区还不大一样，它这个冷属于是干冷，就是到零下的话也能受得了。沿海地区它属于是湿冷，空气本身就潮湿而且又冷，那个冷真是跟这边的冷不大一样。但是这边冷的话是下了雪以后才冷，山东那边的冷属于是半干冷吧，因为它我们临沂那一块嘛，它稍微偏接近苏北了那一块，而且比较靠沿海地区。说冬天不冷吧，那其实也冷得很。这边的话这个冷我感觉还是能接受得了的，就不知道下雪以后什么样，还要等几天，我估计再等进入东北肯定要下雪了。在内蒙的话估计还要差不多一个月左右，我最近走的这一段可能是不会有雪，但是可能会有风。这大半夜的下起了小雨，而且起大风了，哇，这风太大了。到刮了一天的风，真服了，从三四点钟开始刮吧，一直刮到现在，然后下了一阵雨，前面的话已经开始下雪了，内蒙古已经开始下雪了，我昨天晚上鞋子都全部淋湿了，哎呀，这睡袋一层程度，你知道多大的风才能把沙子刮到这个帐篷里面吗？你说刺激不刺激？帐篷差点，我不在里面的话就过掀翻了。今天是雨夹雪，最低温度-7度，最高温度8度。这会的话是中午，稍微暖和一点了。起来收拾收拾东西。得往前走一走，找个看看废弃房子啊什么的，最少是没有风的地方。走下面的乡道，还有100公里呢。现在是中午，能走几个小时？走30-40公里差不多。反正是能有好的露营地，我就直接露营。主要是在这个户外的话，真的不行。昨天晚上下雨，我也没办法。而且今天早上风特大，我就怕下雪，一下雪更走不了了。这气温一降下来，蛮能试的，冷啊！前两天的时候没感觉到这么冷，就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下了小雨吧，几个小时，今天的气温就骤降。前两天的时候在0度左右打逛的温度，这一下子气温就拉下来了。过了呼和浩特的话，就已经开始下雪了，大雪。我这装备还没到嘞，像衣服呀这些什么的，全部都在那个前面的那个市。还有200多公里，还有今天才发货的，因为是昨天订的嘛。还是大风啊，太冷了。这天气还是不错，但是有点风。我露营的这个地方是个夹道，
没有太阳，难怪这么冷。哇，出来晒太阳舒服，我都冻僵了。哇，这个天都被这个风直接吹晴了。收拾收拾东西。确实冷，经常的冷。车子都已经装好了，赶紧离开这个小胡同，太冷了。哎呀，冻僵了。晒太阳，晒太阳。哎呀，你看那个树被风吹的，风确实是不小。去镇子吃点东西，不饿了，补充点体温。看见远处的山峰了吗？前面就是景峰山，这是内蒙古为数不多的山脉哈。内蒙古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山脉，景峰山算是之一吧。昨天这个天，就在这个镇子中看不见山顶，灰蒙蒙的，沙尘特大。今天是看得一清二楚了。想喝个羊杂的，没开门。没开门算了，再找一家其他的。前面还有几个面馆。老板，老板，在里边屋。老板，什么？我吃饭。哎，我们喝饭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吃饭。哎呀，还是屋里暖和。那有啥吃？吃个面。来一份小碗面，然后再来一份炒饼吧。是你自己？啊。能吃了那么多的？吃得了，没事。喝老面还是刀削面呀？来个刀削吧。我点了一份刀削，6块钱。这个炒饼12块钱，一共才18块钱，可以啊，吃饱了好出发。拿了一点小菜。嘎嘣脆。这面还不错。老板还怕我吃不进去，吃不上，没问题，有点醋。吃完了2份。这一出来真冷啊，太冷了。出发呼和浩特吧，今天我估计肯定到不了了。走国道前面还有一个县，差不多在
呼市的旁边吧，具体我还不知道有多远，快走走看吧，出发了。先返回国道，走国道的话路比较直，比较快一些，要是走下路的话可能绕好多了。太冷哦，就是我身上的这个冲锋衣比较单薄，我订了一件厚的，等我拿到以后就好一些了。这个身上这个冲锋衣的话属于是夏天的，春秋穿也行，那冬天穿实在是不合适。裤子也买了，没有买羽绒服呀什么之类的，先将就先穿一下，等低于零下10度以下以后，到时候再添置就可以了。走国道比较快一些，我得赶紧去到地方吧，主要是手套什么我都定了，都得到地方以后取到快递才行。